来，开了，开了，三、二、一，Let's go！我操！你跟他上山吧。哦，我跟他上山了。六，到我脚下了，兄弟。能搞不了吗？三个位置，三标吗？我看一眼。亮点，亮点，亮点。三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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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确标，四个人。四个人。他没摸过来吧？没摸。我感觉得回来一个。我在。兄弟，这个伞四个。哎，这山上得。这个、伞四个。我们下次不能出来顶，省一点。山上是不是得踩着三个人？兄弟，我们再打两边，渔船有飞伞的。两个人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。咚咚咚！我把他赶走。来了来了，我不跟他接，我接不了。来了吗？来了来了，我上顶。走走走走走。小心这边枪线，他们去厕所了，左哥。嗯。对。我操！我上次说得踩三个山上，真的，要不这山踩不住。刚刚踩山，三只，这队肯定就来顶我们防区了。把盾拿上。这队没办法，这位置。我感觉我们主心得看左边的。把圈外的卡了。你这边是吧？对，一标这边，一标这边。边旁边偏北边，北边没人，我们都可以踩着坡了。我也想踩这边了，陈二彪。你要把北边帮我们视野看完。北边没看到。这边不是没看上去了吗？赶紧山上看。他看我们了，看我们了。打了一枪，山上打了一枪。靠着靠着我右边踩，靠着我右边踩，不会被打。没打到 ABS， 打倒了。CTG 打倒补了一个。他没看你，我帮你架。你过去干嘛？过去干嘛呀？不是，他不在圈上去了。我不过去，我不过去，我就在这儿。哦，那你就看那边呗，我们四个满了，你就看陈俊那边没现场。我们没 OK， 回去你回去，这边不用你，我们三个够了。回来回来回来，我在前边的，一路被微博打倒了，微博最少两，倒倒倒 ，CDG 倒一个 ，nice， 前面倒的，还一标两，过去了 ，CDG 顶了 ，RBS 跟老 RBS 都扎了 ，RBS 扎土路了，还在卡 CDG， 还在卡 CDG。前路最少两 ，M 那个被补了，被补了，被补了。我感觉我们得把这个绿标踩住啊，哥们。可以，摸两个过去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别从这边慢慢翻上去架着。好了一个。两个一滴，兄弟，我大个雷呗，大个雷呗。雷这么多。烟里是吧？对对对，烟右一标。又倒了一个，老哥，你也踩，老哥，你踩不了我们吧？现在踩不了，我在看。我跟别踩，别踩太高。杀吗？我觉得不，你卡的进了，他不在圈，你冷静点，真的，咱俩在这把他撅完，还能跟老哥你打了，倒地就出事儿的不？这怎么杀呀？这真去不了，真去不了，兄弟，真的忍一会儿，忍一会儿，忍一会儿，我们还在圈呢。你能看老干爹吗，川？我得上来。等一下，是你过了一个，过了一个，有个加枪的还过了，那我们准备打山上了呀。可以，现在打吗？我跟你讲，现在打上面有一个雷，他可以从左边掏过来。你要打的话，说吧。我们也得上山，我们不在圈，哥们儿，再等来不及了。你兜里踩不了了，是吧？老干爹在打，老干爹在打这边。来来来，往上走，来来来，摸到脚底了，怎么？来了来了，能来吗？可以突破了，可以来来。哎，我打头顶这个，二标一个，左圈二标一个，打头顶的，来给我打头顶的。一个，看我了，看我了，看我了，一标看我了，前坡前坡，能来吗？来来来，我这个雷吧，把雷扔了，把雷。退了。这次进最少两。不行了，看王退了。他顶。大哪个？大哪个？别别。那把一标顶，那边高点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中枪了，我中枪了。后点一个加枪，先打吧，小兵，能打能打，来来来，先走右边，走，连上，都有一个，是不是扶起来了？看一下，一滴一滴，脚底下脚底下，别接，别下去，上面可以救的，喂，脚下正脚下，不用下不用下，能回来吗？出来，跑了俩了吗？别接，我现在回来，死了没？没，最后一个回来救。就剩个牙比在顶，求你了！
我知道，我能救你，别急，下面有个裸跑的。先屁股来人，先屁股。我们把人救下，他妈的黄线会来人。先防屁股，哥们儿。你黄线可以摸，还不服人？回来，黄线服人，好，黄线过来了。去打呗。正脚下那个毒了没死吧？没死，压米压米。没死，先不管他，先不管他。对，下面打过去了，要不要给正脚下这个兵清了得了？一标好，还有一个。 一标有，可能在三标这一片，要不把正脚下的清了，可以啊，清了，然后去对面坡。我下来了，我扔个烟雷，去了。CD 就死完了吗？没死完，可能。那我防 CD， 收拾，死了吗？死了。快跟我踩过这个坡，我挺了。我屁股这儿留一个呗。你留啊？去两个去前面。哎，我交掉人，一标一标，帮我看，哎，他都走了。往哪来了？一标一标。 我这来了，我交掉，很近。我们要把一标这边清出来，一张。撅前面呗，去撅前面呗。龙鹤呢？可以去一个。两个人守就好了，先去撅一波。来人，我们就先不死就行。不死，等会再支援。好。把分拿了，赶紧去。找一个蛇。班木没死完呢。别点。完了，范木。再打一个。还有两队那种残兵。 还有两队那种残兵，这个牛仔比看起来。那应该还有个毒狼。我盯这边吧。RBS，我确定是没死。他上不了这个山就逼事没有。别救了。哦，啥道具都没了。我操，是不是？别说，别说。OK， 我叫你。我走跑了。你给大队宰了。牛仔比在哪？牛仔比在哪？三个没枪的。 我这尽量不死，好吧，我尽量不死。他可能看过点了，他可能要过了。没事，我能。在正脚下，你能看吗？我们在鱼川。没事，顶过来一个就。你们先吃。把那远点的架一下，鱼川，顶过来不？我被打了一下。有药吗？正脚都顶过来了，远点。远点过来了。 我能反套他俩，哥们儿。我看一下那个。可以，你可以。一标值，一标值。你反了？你能架着不给他杀了吗？我可以帮你架着，我可以还帮你丢个雷。可以。CD 就毒狼。我正脚下，得了，死了。啊，我就兜底，我就兜底了，行不行？我就兜底。不懂你了，那他不懂你了。这不还有个毒狼？那边不死了一个吗？VIP三只，确定？在我这，绿标，来过来两个，踩过来，绿标俩。我可以丢个雷，我这有个泵，丢个雷。 帮你看吧哟，帮我看，我们得帮他。踩我的，踩我大队了，兄弟。对。小李，雷倒一个，雷倒一个。打他呗，一川。打不到，应该退了。退白了。看不到。好了。没有啊，我们这。小李，这中段有个中段，跟彪点。绿标，金标。还有个十七的，是吧？打了一枪，下去了，能打吗？那个十七，有点十七的。 别倒，别急，别急，我在高点。马丢蓝圈，别急，黄一鸣，他这一点圈没有了。拿头柱 逼他，看不到他，就在你脸上。别事，不要让他送毒。右边死角，兄弟，你别踩我毒，哥们儿。没有，看不到啊，我操！我操，兄弟。 我操，兄弟！啊、你怎么也过来了，兄弟？这不搞爽的吗？<笑>我操！不是，你干嘛过来，宇川？我是找他，他可能要送毒。我的妈呀，兄弟！可惜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等我蓝圈过了呗，等我蓝圈过了再去呗。 你们不能一起踩着毒圈圈，这妈逼这十七的笑嘻了，兄弟。<笑>我操，太夸张了呀，兄弟！都像了，这不？别这么搞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逆天，兄弟。<笑>太逆天了！来了波大的，我操！我操，看爽了，兄弟，真他妈够看爽了。恶心，<笑>恶心。最后一波什么情况？<笑>我就看黄一鸣视角了，我他妈又切到鱼上，又毒死了。我看崔成鹤也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呢。 最后这波我只能说拉了个大的，好吧，十七进了。对，你等一下我啊，我有蓝圈背包追他去了。我三个蓝圈丢了，哥们儿，你踩我三个蓝圈。
石溪要是第三名进的话，你等你们不去的话，他们都吃不了饭，吃个鸡毛饭可能就没谁敢动筷子。你等一下，我们拿闪光弹给他清了不就行了？我操！兄弟们，虽然但是啊，就已经打成这样了，但是以后能不能别这么丑了？猛喊，我很猛喊，有点丑好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就是三打一这种圈，高点踩了他不在圈，我们拿分不让他送分是很合理的吧？合理。我他妈看了黄明视角，我就没签没、啊，我没签那两个兄弟，你妈了个逼！一签，第一个被自己毒死了，在那扫空气，然后第二个也毒死了，然后第三个也在一个很怪的位置似的。去新他没问题。对啊，没问题啊，他妈这都圈毒死了。我猛喊他不是冲啊，回头都不回。你不用踩蓝圈，因为那个他没有送毒呀，他在右边那个死角，你急啥呀？毒还没那么快，你等一下我。没毛子。哦，你把五波直接给我发，我操，当哥。都没你，他笑他我操啥？哦，好像他把你杀了是吧？啊，太牛逼了，我人懵了。想给自己来两耳光，我操！不瞒你说，兄弟，我也懵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得有人，就是像这种比较顺的局，真的得有人整理战场，然后老子在喊啊，老子一直在喊啊！他妈打 CDD 的时候，我看他妈余川就要冲啊，右边不是给他拉回来，后面老干爹怎么也不用下去啊？就第一时间没补上枪，我是被老干爹打倒的。然后我说一滴，你们三个人要补枪，你们被 TB 打倒以后，我就把人拉回来，我们快点扶人。快点扑人，不是让你不让你杀南边的人，我是怕北边又来一顿，你懂吗？因为我没人看呀，就北边我们一直没人看呀，但是我看一直就不服，来了，别倒，我在高点，别急，黄一鸣，他这一点圈没有了，拿投注逼他，看不到他，就在你脸上，不要让他送毒，右边死角，兄弟，你别踩我毒，哥们儿，我操，没有，来啦，大的来啦。你又在哪死的呢？余川也踩过去踩毒去了。我操，兄弟！你怎么也过来了，兄弟？这不搞爽？我也吃蓝圈了。骚！这让他捡了把剑。我的妈呀！挠头啊！我操你妈的！这你妈逼撤自己俩嘴巴的吧？哎呀！牛逼！我操！兄弟，在玩勾吧？我在玩。可以。别说笑喜了，兄弟，把片冲光了。操你妈！没脸没皮的东西还笑。哎呀！不，再这样子，你罚我们款，我真受不了了，兄弟。赏嘴了，真得罚钱了，这太夸张了，兄弟。真得罚了，真的，我说白了。我罚啥钱？帮我做直播呢，兄弟。先罚一米两千。我操，兄弟。再罚你四千，兄弟。罚我一千就行。操，太夸张了，兄弟。哎我难受。搞四分。哎，下次我打假赛，兄弟。哎我操！跟你这种，哎是这种，哎我操，哎我操，真鸡巴难受！啊操，好难受！恶心！严查我操！打假赛我操你妈！哇！